Hello， 哦，今天下午他们刚洗完澡后，你来看这白色的，说白是白，眼前的黑不是黑，哦，眼前的白就是白，哦，就是这样，眼前的黑不是黑，你说的白是什么白？人们说的天空蓝，是我记忆哦，有哦，他们现在呢？靠腰啊！那我们现在呢？洗完澡了，就是要带他们出来弄脏哦。这是我们邻家的祖训，应该是这么讲的啊。那你看到那个渡边直美呢，手上拿着的是很久没有出现的芭乐木，这个是以前的一个热情的粉丝呢，从他的果园里面拿来给我们的。因为那一阵子呢，常常会带大大多多他们出来，他们很喜欢咬木头。然后呢，这一个粉丝他就把他果园芭乐园的那个芭乐木呢，整理完以后抛光，哦，拿了一大串来。我妈那时候有点惊讶啊，所以呢，很久没有让他们玩那个芭乐木了。然后芭乐木其实蛮硬的，对他们来讲还好。那多多的部分呢，就是让他玩球啦。啊，九九不用讲，九九还在后面慢慢散步哦，我们先不要理他，他的时间轴比较慢一点。哇，那现在这个草地呢，看样子是蛮舒服的哦。那个草呢已经有割过了，应该是蛮舒服的。那远方这样看，蛮酷的。那今天天气呢非常的凉爽哦。那他们身体呢刚刚洗完澡以后，有带他们出去。哎，豆豆，你不要尿尿啊！他们全部都是这样，在闻同一个地点的时候呢，第一只率先就会先尿。啊，尿的时候呢，其他两只可能还在闻一个点。所以呢，他们通常都是因为这样子，然后去尿到那个彼此的头上。然后我们已经把球丢出去了，多多很明显是没有看到哈。啊，看到了，多多看到了。然后今天他的球是啾啾叫的哈，那大大的那一根是那个芭乐木，懂了吧？九高啊！来啊，芭乐木给我。嗯，不是。我来，你给。来。哦，草地刚剪哦。对啊，刚剃完呢。很好哦。都舒服哎，我不会再滚了哦。每次滚完手都超痒的。等等。哇，好天气哎哦。都给我，给。你来乱摸吧。好，来，来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去吧。天气超好的。然后大大胖赢了，最近他 Q 高个，大大来去。啊，迄只甲咱活在平行时空诶，只最爱芭乐木哦，你最爱芭乐木哦。哎、欸，那只跟我们活在平行时空的那只大口酒才对啊。嗯。我大大去咬芭乐木了，大大最爱的芭乐木咬回来了，大大。哎呦，来了来了！来了来了，你看我们的老爷，你看他跑得比那个阿伯还要慢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恭迎我们的老爷。好，来，好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滚滚，你滚，去吧。老爷，看，哎呦，派呀！哎呦，刚洗完滚滚，多舒服啊！滚呢，再滚呢，再滚呢，就要滚，就要滚，滚，滚，就要滚滚滚，不要呢哦！看我们这一只。给，小乔，小鸟，给我快点！哎呦，多，哎呦，多！我看能不能丢到我哥那里去哦。去吧，往左手丢。呜，
哎呦，看他们在干嘛？哥哥那里，巨哥哥那里，多多，巨哥哥那里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嘞，给我啦！给我，你开声，你开声，多多，你看到一个阿伯在走了，哎呦，38大寿呢吼，大寿的寿星，然后就慢跑了。大大，大大，我跟你讲，大大，这个木头不是这样吃的，哎，我看到新的东西。哈哈，远方一下等哎。多多还比较坚持一点，好好好，大大今天问导游了。好，快点，你给他玩。你该生啊！哎呦，改变哪里？哪里？多多来接沙，表演接沙，我们看下去。哇，闹鬼！这将来要走职棒球员的呢，你怎么可以没有接沙好？再次，再次，好，这样好，这距离好，接沙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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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呦呦呦呦呦！哎，真的有嘞！你看，小鸟，哎呦，小鸟，给，哎呦，哎，小鸟啊，好多小鸟！你看，哇，我的天空好多小鸟，还看不到狗，还天空好多小鸟！你看，哎呦，多多不要咬我的肚子！哎呦，小鸟，你看，哎呦，天空一堆小鸟，你看，哇哇哇哇哇！哇哇好有活力哦，今天，快点，叫小鸟，小鸟，跳起来，38岁小鸟，快点，快点，哎，赵雅，赵雅，赵雅，哇，今天很有活力呢。用手，用手，快点，去，哦，你舅舅今天很有活力呢，快点，小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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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里？快点，小鸟，小鸟，咦，你们看到一个白色头巾的小鸟。小鸟给给，黑了黑了，黑了姐小鸟给你，黑了姐，哦，你看啊，你看啊，先多啊，你先，我的裙子多，去吧，哇，哎，九九你看小鸟，哎，都是小鸟嘞，摸不到，用手。哎呦，你去哥哥遐好不好？就无用的呢。你去哥哥遐啦，去哥哥遐。哎、欸，你的相机镜头小心呢、欸。哎呦，救小鸟，小鸟嘞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呦，哎呦呦呦呦！我旋转，小鸟嘞！哎呦，小鸟嘞！小鸟嘞！我裙子超惨的嘞，你看，躲，来咬回来给我，来，我喝了，给，来给我，你相机小心哦，来给我，哎呦哎呦，王杰，王杰大大，大大你抱到忘我，你抱变冷了，哎呦大大，哎呦哎呦，哎你怎么用手嘞？大大用手嘞，你改枪你给，哎呦给我好不好？脚坏掉了，你是招来锤的吗？进来，进来，给我，给我分我吃一口好不好？你分我吃一口好不好？大大，你用手嘞！大大，你用手嘞！大大，你爱迄个巴勒木不是安尼剥的，你知？嗯，不是，你剥会看啊。叫我们那个叫林发条来示范一下如何啃巴勒木。进来，在这边跟各位分享，如果月底了。你已经吃腻了吃土，可以学我们大大，还可以吃树枝啊！月底了呢，提供了各位更多的选择。我们手头有点紧，买不起甲骨，只好让他啃芭乐木。帮我！你也打得到大大的呢？
大哥，就，你，哎呦，放开放开，那昨天有一组客人不是从日本来，他说要看 NHK 的节目来嘛，然后他因为这样，因为他家有养柯基，然后是一对夫妻，是那个女生很喜欢柯基，然后他们就找到狱警来。他为了要可以看他们的那个粉丝页，他开始学中文哎。你看我们这是那个呢，九九嘿啊，我九九嘛是那个一个文化交流大使哎、哦，你是观光嘿、啊、观光局啊，来一起来合作代言这样啊，嘿啊，对。开始学中文呢，还有这样，就像以前我们年轻时期为了看 A 片，开始学一些日文嘛。哎，对，哎，放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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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对对对，你看这边蛋挞啦，哦哟，不是蛋挞，你看哦，这新口味呢，你看，你要给我甘草哦，月底很适合啊、嗯。如果各位你们现在手头紧，吃那个土已经吃腻了，可以来吃这个多多为各位直接做的月底限定蛋挞。欸、你看那片学了什么日文？撞生词，比如嘞，都是撞生词。啊，大哥来，来，大哥来，来来来，放开，啊，滚滚的，滚滚的。以前啊，放开，那可能年代很久远了。他们以前那个年代看那片都是用烧的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他就直接 VCD， 不是 DVD 哦。然后 VCD 上面呢，对，然后 VCD 上面直接写了一个“肉”字，肉片。进来，然后他们都称他为“八皮啊”。你看，我是一个女生，我都知道什么是“八皮啊”。你家有哥哥。去去去，我要滚啊！去吧！哦哦哦！大大，你在旋转！大大，快点！哦！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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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！哎呦呦！哎呦呦！哎呦呦呦呦！来去吧！嗯。他头没有晕嘞吼！你嘴想想。滚滚啊！滚滚啊！哎呦！哎呦，滚滚呐！哎呦，滚滚呐！又是多人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进来。放开，放开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哎呦，你看，天然遛狗神器哎！让我们来为您推荐这组巴乐木。当你月底手头很紧的时候，不但可以让狗啃。当你牵绳不见的时候，还可以拿来当牵绳呢。哥，给给给给。哥。哎呦呦，哎呦。放开。哎呦。哇，我的健身教练用来。哎哥啊，反正你可以再用一次，让他牵着他走。哦，我拿来看宠物当家呢。嗯。雅夫。雅夫。我的健身教练又在帮我健身了。来秀你的肌肉，快点！秀你的肌肉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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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呦呦呦呦，哦呦呦呦！哇，它咬很紧哦！哦呦呦呦！哎，小鸟，小鸟，小鸟，这小鸟，小鸟在哪里？哎呦，小鸟！小鸟，哥，哥，有没有来人理一下这只？咦，自己在咬，等一下啦！哎呦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吧，好吧。其实你也不用去健身房呢，你多少人累？太气了！小鸟嘞，小鸟，小鸟，让他退休。我爸去了，我爸妈去了趟山东回来，我爸就退，我爸整个退退，迈卡，他说他每天都走上万步，他一个老人在北康景。他说多大大爱树枝，多多爱石头，舅舅舅舅爱小鸟啊。对。
这个对，哎、欸，因为伸缩，你想说可以伸缩高威力杯的饼干筋？没有，这个是定焦镜。定焦镜，定焦镜，磨刀伸缩。耶，笑脸来，对，耶，来来来来，笑脸来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哇，哇，哎，打打，哎。你刚洗完澡对不对？我们要用温柔的方式。嗯。温柔的就可以拿下来，你如果硬要跟他扯的话就没有办法。嗯、我怕他丢到你。嗯，去吧。丢丢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们的那个外场的观众，为什么我们两个今天会特别的矜持呢？就是因为有旁人的眼光在。我没有啊。啊，我没有那种感觉。我还是有的。哦，所以今天我们的旁白比较矜持一点。对，我们的旁白比较那个。大家好，我是熊吕阳，大陆寻奇。不然你现在用那个灵芝王，你用这个方式来讲啊。这灵芝王什么香？此时，他温柔的把球从多多的嘴中取出。雌雄。那个拥有舌尖上的中国，大大在吃土，所谓土在性质温润啊，我说错了，他在吃树枝呢。来，放开放开，最后一次哦，最后一次哦。哎，预警林志玲，不是哦，我不是预警林志玲哦，我是颜志玲。然后来做一下关我的偶像哎、欸，走九遍，穿过陌生人潮，搜寻你的脸。此时阿才看着大大，心想：你他妈的还是要咬多久呢？蓝色蜘蛛网的旁白，蓝色蜘蛛网的旁白又是公仔。此时，阿发朝着大大走去，他对大大说：“大大，你到底是要跑过？”但是大大满头问号，心想：“这不是每天都是这样子吗？”大大真的咬到那个就忘我了。嗯。哦，多多，另外多多画了。多多已经跑到隔壁。你后面，你后面有一个，你后面有一个滚滚呢，你滚滚呢，耶耶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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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，哎呦，哎呦。大力机是要拌久，吃不了呢。啊！多多。哎呦！哎呦！他怎么泡泡呢？哎呦！他总有泡泡，咬到没泡泡呢。好厉害哟、哦！多多好厉害。哦，多多，给我，给我。哎呦，哎呦，又要追小鸟了，要追小鸟了，去吧，去吧，去追小鸟，快点，快点，追小鸟。哎呦，小鸟在哪里？哎呦呦呦！哎呦，追小鸟了！哎呦，追小鸟了！哎，快点，小鸟！38岁的小鸟、啊、在休息了呢哦。跑累了，在休息。哎呦，我狗狗朋友们来哦，要个家养狗呢。我呀，我呀，多多，哎呦！我为了养狗那招好劲啊，它三只脚而已。你、啊、真的哎。我怎么是你养过？你见过鬼魂？你会下地狱啊你？三只脚而已，少一只手。地狱列车，搭上地狱的列车，叫你叫我们
去我们高科技主管那边。好哎呦，那个放假，进来啊，去放假回来啊。嗯。进来，去吹阳光。我一点放假呢。去吹阳光去。你会？我阳光来找紧啊！你这搭上地狱的列车，这他说的哦，不是我。对啊，手机卡两个找紧。嗯，那手机卡找紧，你手机卡嘛，你在输人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机卡好吗？第五机，第五机啊！哎，多多，你无去捡回来，我该算啊！我不捡嘞，然后去捡的啦。哎、欸，九位麦你很棒哟、喔！懒惰了，嗯，那大大过去就社交了，嗯，九九杯的，不知不觉这个操场变得很热闹、嗯，对啊，呵呵，青春，热血青春，嗯。姑姑在哪里？问姑姑，姑姑你，姑姑你问你问点没够点？没有，他在说养狗的姑姑。姑姑啊，姑姑。大家好，叶爷，老大。老大。再帮你啊。等下去。见啦。乖嘛。嗯哼。老大，我要回家嘞。有嘞。我把你叫高点啊。啊，他当然也走很远啊。大大无上讲个学啊，嗯。你文具可以带吗？你跟他拿，你跟他玩球。对啊，也给你。小孩。嗯，回家了，你看。一群人在遛狗呢。哥，猫看见，那个，他已经。多多姐伤心了，看下呢，这样个，走，走，去，啊，你笑啊，去客哦，你看，走了，快点。你不回家啊？嗯？这是谁？多多。多多。哎呦！哎呦！给我！给我！给我！哎呦！去！脚走了，脚走了，快点！给了，阿九。好了，快点！哎呦，哎呦，快点，给快点跑跑！哥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关啊！嗯，让我们来，小乔拿着，快点，怎么关？哦，这可以过啊，去捡做生意。对，稳定器拿久了会很酸呐、啊嗯。好，那今天的那个洗完澡弄脏之旅的，在这边呢，用一个猥亵的背影来做一个结束好了。用一个猥亵的背影来做结束好了。啊，徐晃，徐晃，徐晃，嘿，三国无双里面徐晃的那个造型。好，好了，那我们哎，帮我开，帮我开，帮我开，就我不都我不手通关。那个这里，好，好了，那多多呢？自己还是咬着他自己的球，准备要回家了。哇，那今天蛮舒服的哦，这个天气呢还不错，凉凉的，凉凉，舒服舒服。然后，那来不及，最后来跟各位呢，带各位去那个去杨过那边跟杨过说一声再见。哦、啊，那我们要回家了，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